第二十题，下列各种反应中，何者不能产生氧化镁？要产生氧化镁，可以让镁直接会跟氧作用，或者镁去和一个活性比它小的元素的氧化物，然后它把人家的氧抢过来，也可以形成氧化镁。所以选项 A， 镁在空气中加热，它直接跟氧作用生成氧化镁。选项 C， 镁和氧化铜混合加热，镁的活性大于铜，所以它可以把氧化铜的氧抢过来生成氧化镁。选项 D， 镁和氧化锌混合加热，镁的活性大于锌，所以它可以把氧化锌的氧抢过来，然后形成氧化镁。选项 B， 镁和氧化钠混合加热，镁的活性小于钠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把氧化钠的氧抢过来，然后形成氧化镁。因此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何者不能产生氧化镁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镁和氧化钠混合加热。